开始吧。尊者师父上人慈悲，诸位善知识慈悲，阿弥陀佛。不孝弟子自了冒昧报告的题目是摄耳谛听。上次谈了念佛的秘诀，时时做临终响，接下来应该谈谈念佛的方法。有些人念佛的时候专心在字上，精力集中在脑海里要清晰地浮现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念佛的方法，我们请民国三位大德来开示，他们都是念佛的过来人。夏莲居老居士、绿行老法师、印光大师。绿行老法师是夏老的学生，是我们的大恩人。他把《无量寿经》汇集本从大陆带到台湾。李老居士遇到了，后来交给师父上人，我们今天才能看到。祖师大德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是摄耳谛听，即是听声音，用耳朵认认真真地听自己念佛的声音。一、夏莲居老居士听佛宣记。一、原文：法门无量，要在明心，功高意尽，无如念佛。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欲成三昧，先修耳根，一切时中，佛号历然，声不悦窍，耳听常满，随缘自在，闻性内熏，思专想极，至情容朗，佛是本觉，念是始觉，以念起闻，以闻修念，闻即是念，念成于闻，有念必闻，无闻非念，有念念习，无闻闻尽，从闻入流，反闻自性，但能生生唤醒自己，即是念念常觉；但能不随颠倒，即是翻破无明。出则背尘相觉，即则始觉合本，久则实本相泯，自然能所两忘。二、略释。引用夏老居士敬语的原文，连贯起来，略释他上面的听佛宣记，即是用夏老的话来解释他自己的话。此方真教体，大要在心听，圆通先从耳根正，念来自具用心听，自幻自醒还自应，妄想千般都莫管，声声佛号要分明，一句六字真经，循环莫叫暂停，无论苦乐动静，耳边历历佛声，防备境缘千转，如护生鸟风灯，护容护摄以心听，听久转凡能入圣，闻熏闻修闻自性，一根还原诸根净，听时更比念时真，都摄六根学士智，反闻自性奉观音，自呼自醒还自知，念佛见佛成佛时，声合乎心，心应乎声，心声相依，妄念自清，始觉究竟即本觉，果能心口字字相应，净宗功夫实得八九，
我能念到心境如一，方知真空不离妙有，一生佛号一生心，念念弥陀摄六根，字句分明耳应口，凡情消处见此尊，此事莲宗真途径，纯以因生续慧命。二，绿行老法师并耳念佛法。念佛宗旨本为摄心专注一境，令散乱心渐成片段，乃至一心不乱。若欲达此目的，必须将阿弥陀佛四字洪名字字都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但耳根对生尘，须由听力强锐，方能格外清晰。并耳者，即合并两个耳根的听力，用在一个耳根上。试看古人射箭，今人放枪，当他瞄准时，皆闭一眼，用一眼，视力格外分明，而听力亦复如是。绿行初学此法时，先将右耳听力作意并在左耳听100声，再将左耳听力并在右耳听100声，然后两耳平均听100声，或者摄心计数，出3声注入左耳，次3声注入右耳，再4声二耳一起听，共为10声。如是回圈练习，不过一月，大见功效，一往妄念分迟，现因听力特别增强，渐受约束，偶起妄念，随即觉知，日久自成习惯，不必作意并耳，而自然并耳矣。经云：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则持名念佛者，诚不可不加强听力。三，印光大师开示都摄六根。一，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乃以彼被觉和尘之生灭，转而为被尘和觉之生灭，以其证于不生不灭之真如佛性也。今人若不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念佛，绝无实证之希望。二，摄心念佛为决定不义之道，而摄心之法为反闻最为第一。三，念佛下手最要莫过于听，听则心尘而一，所谓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者。四，当时常自念自听，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即注重于听之一法耳。五，念佛之要在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欲都摄六根指常听自念之佛声，则得之矣。六，念佛之法各随机宜，不可直定，然于一切法中，则其最要者莫过于摄耳谛听。七，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心念耳听字字句句念得分明，听得分明，便是往生正因。八，都摄六根而念为净念，念佛时常听自己念佛音声，即是都摄六根之下手处，切须注意。九，听及都摄六根之法，此法无论上中下根人用之，皆有益而无弊，凡一切人皆以谛听告知。十，念佛一法理极高深，事甚平常，欲求心佛相应，第一是至诚恳切，第二是听反闻念佛声，诚听兼道昏散自除。十一，摄心方法种种不一，随其人之根器用之，自得其意。若服最为切要之法，总不过大势至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八字。十二，
念佛要心中念得清楚，口中念得清楚，耳中听得清楚，从朝至暮念，从朝至暮听，比贪多贪快而含糊不清，功效悬殊也。十三，念佛之时，必须摄耳谛听，一字一句勿令空过，久而久之，身心归一，听之一法，实念佛要法。无论何人，均有力无弊，功德甚深。十四，楞严经大势至圆通章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维第一，即是摄耳谛听之法。当依此而念，不至仍旧妄想纷飞耳。十五，所言心口耳悉令清楚者，即都摄六根之法则也。心即意根，口即舌根，心口念耳耳听，眼鼻绝不至向外持求，身意不至居傲放肆。今人念佛多多都是不肯认真，故无效耳。十六，须心中念得清楚，口中念得清楚，耳中听得清楚，即默念亦须常听，以心一起念，即有声相，自己之耳，听自己心中之声，故明明了了也。十七，无论生末，均须摄耳谛听，能常听见念佛的声，则心自归一，此法最稳当。无论上中下根，均可得益，绝无受病之余。十八，都摄六根，入手在听，无论大声念、小声念，不开口心中默念，均须字字句句听得清楚，此念佛之秘诀也。信愿行三为净土纲要，都摄六根为念佛秘诀，知此二者，更不需再问人矣。十九，念佛之要在于都摄六根，当念佛时摄耳谛听，即是摄六根之下手处，能至心谛听，与不听而散念，其功德大相悬殊。此法无论上中下根人皆可用，皆可得益，有利无弊，宜令一切人皆依此修。二十，当念佛时，或生或末，均须摄耳谛听，不令一字一句滑口念过。大势至菩萨所谓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者，即此随念随听之一法也。果依此说，决定往生。若或讨巧，定成大拙，自误误人，害其有疾。二十一，须知都摄注重在听，即心中默念也要听，以心中起念，即有声相，自己耳，听自己心中之声，仍是明明了了。果能字字句句听得清楚，则六根通归于一，较比修别种观法为最稳当、最省力、最气理气机也。二十二，念佛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念佛之要在于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与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无论行住坐卧，常念佛号，或生或末，皆须听己念佛之声。倘能如是，则夜宵至朗，仗尽服从，凡所作为皆悉顺遂。二十三，无人果能具真信切愿，如子一母，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而念，即是以事至反念念自性，观音反闻闻自性，两重功夫融于一心，念如来万德洪名，久而久之，则集众生业事心，成如来秘密藏，所谓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故得应该果海，果彻因缘也。二十四，念佛必须摄心，
念从心起，声从口出，皆须字字句句分明了了，又须摄耳谛听，字字句句纳于心中，耳根一摄，诸根无有外驰，庶可速至一心不乱。大势至所谓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维第一者，即此是也。文殊所谓反闻文字性，性成无上道者，亦即此是也。二十五，念时须心中念得清楚，口中念得清楚，耳中听得清楚，即不开口，心中默念，亦须字字句句听得清楚，以心一起念，即有声相，自己之耳听自己心中之声，仍是明明朗朗，能常听得清楚，则心归一处，神不外驰，故眼也不他视，鼻也不他嗅，身也不放逸，故名都摄六根。如此念佛，名为净念，以摄心于佛号，则杂念虽尚未全无，然已清简多多矣。若能常常相继，便可浅得一心不乱，深则得念佛三昧矣。二十六，无论行住坐卧生默，都要字字句句心中口中念得清楚，耳中听得清楚，默念不开口，心中仍有声，自己的耳听自己心里的声，与开口朗念无异，此为念佛最切要之妙法，且不吃力。楞严经大势至菩萨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维第一，耳能听得明白，则六根都摄无疑矣。如此而念，名为净念，净念能常相继，则可得念佛三昧矣。二十七，欲摄妄念，第一要心存恭敬，常若身在佛前，不敢起别种念想。第二要字字句句心里念得清清楚楚，口里念得清清楚楚，则妄想自渐渐消灭矣，即默念也要听，以心一起念，即有声，自己的耳听自己心里的声，仍然明明了了。楞严经大势至菩萨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维第一，注重在听。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心即意根，口即舌根，听即耳根，心念口念耳听，此三根一摄，眼也不会东张西望，鼻也不会闻别的气味，身也不敢放逸懈怠，故名都摄六根。都摄六根而念，自无污杂妄念，故名净念。净念必须要常常相续不断，故名净念相继，能净念相继，久而久之，则得念佛三昧。此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唯得三昧之第一妙法，故云得三摩地，思维第一。三摩地即三昧之别名，如此念之，绝有净念长存、妄念全无之一日。二十八，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久而久之，即众生业识心成如来秘密藏，则有三昧宝、正实相宝，方知此宝遍满法界，复以此宝普施一切。摄耳谛听并不只是印光大师提倡，古来大德都是这样教人。随举一例，偶益大师，我们看弥陀要解几段话，唯以信愿执持名号，则一一生悉具多善根福德，信愿行三生生缘聚，所以名多善根福德因缘，所持之名号真实不可思议，能持之心性亦真实不可思议，持一生则一生不可思议，持十百千万无量无数生，生生皆不可思议也。执此信愿，庄严一生阿弥陀佛，转劫浊为清净海会，
转见浊为无量光，转烦恼浊为常寂光，转众生浊为莲花化生，转命浊为无量寿。祖师这里都用生，一声阿弥陀佛，声声阿弥陀佛。他不用句，通常我们说一句阿弥陀佛，大师的措辞不是无地放矢，不是随随便便，这是有他含藏的意思，提醒我们念佛的方法，听声音，摄耳谛听。今天就报告到这里，报告过程恐有错误，恳请师父上人及诸位善知识批评指正，不吝赐教，阿弥陀佛。不孝弟子是自了寇成。我们听了智疗法师的报告，也看到第一篇的文字，确实是他对我们大家最好的供养。他这些年来修行没有白费功夫，没有浪费光阴，确实有心得。这是我们应该向他学习的。为什么他有成就？我们的成就比不上他，原因何在？经论上说的，祖师大德教导我们，他认真去做了，确实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他做到了。我们懂得，也会说，但是自己没做到。所以他确确实实是给我们心得报告。这一篇东西对念佛人尤其是念佛功夫不得力的人长时间的念佛，念了几年，念了几十年，功夫依然不得力，原因在哪里？听了这份报告，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的念佛不如法，他举出这三个例子。下联句老居士，六行老法师，楞严经上所说的法门，印光大师文超他用的功夫最深，他的根底是从文超上奠定的。印光大师一生教人，他就记得很清楚，重要的开示他随手可以念来。所以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我们知道没真干呢，尤其是念佛，念佛最重要的。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念从心生，念佛这个念头从心生，从口里头念出来，
从耳朵听进去，这样就能够摄心。啊，许多人念佛时间很长，不能摄心，就是杂念很多。用念佛的方法，杂念去除不掉。于是怎么另外想别的办法？啊，觉得自己业障很重，啊，去寻找其他的方法消业障。殊不知，念佛是最好消业障的方法。啊，我们不懂这个方法，或者听了不相信这个方法。为什么不相信？我们学习的时候功夫不够，不是几句就能实现，要养成习惯才能实现，还没有养成习惯就想换别的方法，这就坏了。啊，而不能够一个方法坚持到底。啊，这里说的三个人，啊，夏莲老、六行印祖，随便哪个人的方法都行。啊，都把这个重点呢说到了。啊，那么他今天在此地提醒我们，把这些重要的开示都写在此地，我们多看看，多念念，啊，自己再试试看。啊，那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世缘放不下，这才是真正的功夫不得力真正原因所在。啊，我们对于六根、对六尘境界太在意了，不肯放下，不知道六根、六尘、六识都是虚妄不实。啊，都应该放下，尤其是年岁大的人。啊，中国古人是以60岁为老人，60是花甲老人，61甲子。啊，李老师以前常常告诉我们，人到60岁就要为来生打算。为什么？这一生差不多过完了。啊，60是人生的冬天呢。60到80，人生的冬天，啊，把人生分为春夏秋冬。从你出生到20岁，春天，这20年。啊，20到40，夏天，成长了，成熟了。啊，40到60，秋天，该狩猎了。60到80，冬天要准备走路了。啊，换句话说，聪明人要准备来生。啊，人死了并不是就了了，有来生。啊，60岁以后认真为来生着想，念佛法门就是为来生。啊，来生到哪里去？心里面向往的是西方极乐世界，怎么去？心愿持名。啊，真心切愿没问题，那问题在持名。持名，印祖说得好，能不能往生，
全在信愿之忧，可见的真心切愿是能不能往生最重要的关键啊！真心切愿的人肯定把世法佛法都放下了，像金刚经上所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都放干净，然后修一向专念啊，那么他这一篇东西完全着重在念的方法，这个念怎样消业障啊，摄心就是消业障消啊，业障没有消，你一面念佛还是一面有妄想杂念，妄想杂念很多止不住，这就是业障现前啊！业障现前有没有方法对付？念佛是最好的方法，那就是消业障最好的方法啊！注重这个念心生，口念耳听啊，特别把这个心放在耳上耳听。为什么？你专心在听着，听自己念佛的声音，不是听外头，容易摄心啊，不出声念，我们心里默念有没有声音？有，别人听不到，自己清楚啊，还是要听，别人听不到，自己起心动念那个音声啊，这样他都是六根。我说为什么？眼不是不看，耳不是不听，眼也看，耳也听，没有放在心上啊！心里面，心里就是专听自己念佛的佛号，这重要啊！一切时一切处都要这样用。啊，那么这样用功，我会在此地特别给诸位声明，你在走路的时候啊，在外面走路不可以，你要注意交通状况，你这样下去车撞到你，你要不晓得那就错了啊，这是要注意路况啊，尤其如果是自己驾车啊，驾车的时候决定不能用功夫，用这功夫会出车祸。啊，什么时候呢？在你平常绕佛的时候，佛堂用这功夫，你自己家里院子里用这功夫，啊，清净场所用这功夫就对了。啊，特别是早起。啊，睡觉之前，用这功夫最好。啊，这是我们非常感谢资料法师，啊，感谢他提供我们这份资料，啊，帮助我知道念佛方法，念佛的秘诀。啊，念佛真消业障啊，比什么方法都快，你要用上你就知道了啊，我们自己功夫得力了，就要劝告别人啊，自利利他，自他是一不是二啊，能接受的人就要帮助他啊，这份资料我们可以多印一些，放在这个二楼啊，跟人家借缘的那些文件里面。好，我们看第二回。
无量寿经学习班报告之六。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法师同修大德，大家好。惭愧弟子黄柏林报告题目：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太上感应篇第20句：正己化人。正己就是端正自己，化人就是感化他人。正己化人，用佛教角度来说，就是我们如何度人。经文：轻贵容，人贵断，勿施小惠伤大体，无戒公道遂私情，处盲更当以贤，欲急更宜从缓。无事时莫忘防简，有事时需要耐烦，勿以诚心而蓄疑，勿执己见而拒见，分数明可以省时，毁欲望可以清心，正直可通于神明，忠信可行于蛮漠，人品至此方可言正。这一段白话解释：轻贵容，清高最可贵的是要能够容忍；人贵断，仁慈最可贵的是要能够果断。勿施小惠伤大体，不要为了施舍一点点小恩惠而伤害了大体。勿借公道遂私情，不要借着公道的名义来达成私人的感情用事，这个私情也可以讲私人的利益或者是情欲。处忙更当以贤，处在繁忙的时候要懂得以贤士的心来应对。欲急更宜从缓，遇到急事的时候更应该缓和。无事时莫忘防简，无事时不可忘记随时防范检点，有事时需要耐烦，有事的时候必须要耐得住烦。勿以诚心而蓄疑，不要因为自己的偏见而对他人起疑心。修止己见而拒见，不要因为自己固执己见而拒绝他人的谏言。分数明就是说，你把自己本身分内的事情能够做好，可以省事，自然而然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就是可以省事。毁欲忘，把自己的毁欲忘掉，可以清心，自然就可以清心。正直可通于神明，正直的人可以和神明相通。那么忠信可行于蛮漠，忠信的人可以在蛮漠不文明的地方通行无阻，人品至此方可言正。那么人的品德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才可以说是正。这一段主要是在谈正心，其实都在告诉你怎么去正己化人。譬如说清贵容，你说你很清高，但是你要会容忍，你要去容忍别人的缺点啊，你要去容忍别人的缺陷啊，你要修忍辱波罗蜜啊，这叫轻贵容。那人贵断，你很慈悲啊，但是我们讲说慈悲要有智慧啊。那智慧就是什么？要果断啊，心地要慈悲是没有错，但是也要很果断。勿施小惠伤大体，你不要因为施小惠，就是说我们讲说把佛法当人情，这叫做施小惠伤大体。勿借公道遂私情，那么处盲更当以贤，这就是要有定功了。六祖坛经里面讲的，
轮刀上阵，易得见之。我们凡夫在还没有达到这个戒定慧开显出来的时候，还达不到定慧等持的时候，我们凡夫在忙乱的时候，我们就忘记念佛了，我们就忘记佛经上所开示的道理。处忙更当以闲，这个闲不是说悠闲，如果照佛家的解释，应该是定功。你每天处理很多事情，但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那怎么样有办法做到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呢？你要放下那个攀缘取舍心，你平常要有定课，要有早晚课，要有定课的功夫。譬如说你要听经，听老法师的科注，老法师说一天里你用功最好能听经八小时，念佛八小时。像2014年9月澳洲净宗学院戒学班，连有一天300拜，念佛10000声，全程止语，大众时间不空过。我一进疗房，大家都拼命念佛诵经，精进用功，所以大众法喜充满。磁场为什么好？除了悟权法师把大家手机保管起来，没有染缘了，加上这些定课修定的功夫，没有这些定课，你定功绝对不会出来，你会心随境转，那么你六根接触六尘，你的攀缘心就自然而然，习气就跑出来了。所以六根接触六尘就变成六识了。戒学班道气非常好，尤其是中国来莲友，有些女众闻法热泪盈眶。为什么？百千万劫难遭遇。有一位老菩萨说，戒律如此重要，我以前都不知道，造那么多业，真是人不教不知道啊。如何正己化人？华严经讲信解行正，法华经讲开示悟入佛知佛见，就是正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是做到了，就是落实。师父讲真干，所以我们学圣贤的道理，最后就是要落实。他告诉你怎么去教化，教化众生，教化别人。老法师说，如果你能够落实，那在佛法里面来讲，诸佛菩萨也落实了，大菩萨也落实了，声闻缘觉也落实了。为什么落实？因为诸佛菩萨他已经证法身嘛，破根本无明，所以他就是见性。那么原教初诸位法身大士破根本无明一品，也见了法身了，那声闻缘觉他们也落实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破了见思惑，至少他们已经正觉，所以他们所现出来的圣人的形象就代表他们真正落实了。所以一切圣贤教育，一切佛法的教育，最后就是告诉你落实，就是普贤十大愿，导归极乐，就是要去实践，要去力行。师父上人说，佛法本身就是一个教育，那什么是教育呢？是圣贤的教育。老法师说，中国传统教育就是圣贤的教育。那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断恶修善，转凡成圣，转迷为悟，就是学做圣人吗？学做贤人吗？那用佛法的角度，就是说我学做佛吗？学做菩萨吗？因为佛菩萨是至善的人，那儒家讲止于至善，那这四个字就是诸佛如来真正做到究竟圆满。止于至善，那个至善就是什么？就是究竟圆满。我们讲常寂光净土，就是止于至善，已经离开善恶对待，没有能所对待，性相一如了，能所不二了。大乘经讲空有不二，就是至善。所以我们应该要做一个至善的人，我们应该要做佛，要做菩萨。做了佛菩萨，
对一切众生是天经地义的。老法师说，我们现在是凡夫，迷失了自信，尤其是生在现在这个时代，苦难太多，那这些苦难对于人的折磨固然是让人家害怕，但是也容易让我们 觉醒。他说这一棒把我们打醒了，醒过来之后才肯回头，真的回头了，彻底回头了，恢复自己的本性，这就是佛，就是菩萨，就是儒家所讲的大圣。老法师说，我们迷了，迷得太久太久了，圣贤教导我们恢复自信，他有方法，这个方法在佛家讲叫善巧方便，那么要从小教起，小学教育教我们礼让。老法师说，我们常讲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年幼的时候要教导他，慢慢教他养成一个习惯，所以好的习惯他是从小养成的。所以为什么小孩子年轻的时候，印光大师说要教他读文昌帝君阴质文、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就是要让他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老法师说，如果你让他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他就跟天性一样。所以儒家的教学从什么时候开始教？从胎教，母亲怀孕的时候开始教。所以母亲心地柔软、慈悲、真诚，就影响到胎儿，一举一动都如理如法。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希望小孩子在母胎里面吸收这个气氛。所以儒家的这个胎教它很有道理。佛家地藏经里面讲说，有些人胎教真的念一万声佛号，有些人怀孕的时候他真诵地藏经，那个胎教下来的小孩子特别能够消他的业障。莫学命中无子，到台北龙山寺祈求观世音菩萨赐子，发愿吃长素，行善布施，放生，注印佛经，素食利益善书。后来那人真的怀孕得子，怀孕期间那人一吃荤食类一定吐，所以十月怀胎只吃水果面包，宝宝也健康庄严。胎教病医地藏经里面讲说，念地藏菩萨满万遍，满月以素斋跟亲朋结缘，小儿非常好养育，白天交给乳母带，我们下班回来喂食后，小儿便一觉睡到天亮，至今小儿长大非常孝顺乖巧听话。或者是说，胎教的时候你给他送大悲咒了，或者是普门品了，这都会影响到他的磁场，这是胎教的开始。老法师说，现在的人哪里懂这个道理，他说你跟他讲，他说这是迷信。老法师说，这个里面有大道理在，但是今天的人不相信这个道理。为什么？这就是念力跟磁波的影响。你持大悲咒就是长养慈悲心嘛，那就会跟这个小孩子的念波会相应，这就是大道理。他说现在的人，他相信科学，他说科学是小道，他说小道不能够解决大问题，这就是我们讲的无明烦恼业力，这必须要用佛法。小道只能把问题搞复杂，把问题搞砸了。现代科技发达，带来社会这些现象，我们都看到了，都体会到了。老法师说，唯有大道才能够解决问题。老法师说，从小要学礼让，那么礼是学规矩，所以我们讲说正己化人。你怎么教育你的小孩，怎么教育你的学生呢？用老法师这个教学，你教他礼让，礼是学规矩，他踏进社会，这一生无论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处事待人接物上，你要懂得忍让，
到你的德行有成就的时候，事业有成就的时候，你在社会上居于领导地位。圣贤人教我们要谦虚，要谦让。老法师说，让是不为自己，一切让给别人，这是人生的三个阶段，三个阶段都让别人了。你要知道，让是性德，是美好的德行，你要能够实践落实，这是行让。医生让别人，给社会做个好样子。现在社会竞争打得头破血流，人跟人争，团体跟团体争，国与国争，这个世界哪有祥和呢？哪有太平呢？所以佛法里面讲做食做饭，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这也是正己呀，这也是一种教化呀。所以礼让也是一个教化呀，也是正己的功夫啊，不是说要去争夺。你礼让就是在教化你的部属，教化你的子女，那这就可以教化别人，就是正己化人。老法师说，好事都让给别人，我们努力去做，希望别人看到之后会觉悟，会回头。我们做了，他还是不觉悟，还是不回头，没有效果，不做了，算了，我们错了。老法师说，这是迷惑，我们做了他没有觉悟，不肯回头，我们还是继续做，这表示什么？我们做得不够好，他才没有办法回头，他才没有觉悟，那么你要继续做下去。老法师说，我们做得不够彻底，不能够去感化他们。所以正己化人最基本的，就在你的团体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你要做一个典范，就是做食做饭。老法师讲做食做饭，你要做一个表率，食就是表率，饭就是模范。老法师说，舜为什么能够感化他的父母呢？为什么有办法感化他的兄弟呢？感化他的邻里乡党呢？感化一个国家呢？你们想想看，舜一生是不是从小学礼让、忍让、谦让？你如果真正懂得礼让了，那么你忠孝也做到了，有悌也做到了，那么就做到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君就是领导，你怎么去领导你的部属？你怎么去领导你这个家？亲就是爱护、培育他，师是教导他、教诲他。他说，我们这个社会上每一个人，无论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其实你都是具足君亲师这三个身份。所以君亲师其实就是正己化人的落实。那么完成自己的德行，目的是在帮助别人。正己就是完成自己的德行，你自己的智慧开了，你的德行显发出来了，你就可以化人。如果你自己的智慧跟德行没有成就，没有开发出来，你就不能够教化众生。所以你要怎么做菩萨？你必须要德行出来，你必须要智慧流露出来，你就可以做菩萨，教化众生。所以你要教化众生，你一定要先自己修好，要教育别人，自己本身要先受教育。他说这是一定的道理。老法师说，无论是中国的古圣先贤，印度的这些佛菩萨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做法，乃至于十方世界一切诸佛也没有例外啊。所以我们必须要遵循这一条道路，一定要先把自己修好。有些学佛人本身就是没有把这一条做好，所以以致他就不能够去教化他的家亲眷属。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故事来跟各位分享。就有一个师姐，那她本身是学佛，那么她的先生在年轻的时候就把这个学佛的师姐的钱全部都花光了，把她赌博输光了。所以这个师姐本身心中一直都有怨，
那么对他先生，他也觉得他先生刚强难化。那后来他师兄得癌症，口腔癌以后，要舍报的时候一直都没有办法断气。那这个师姐在病房每天都陪着他师兄，那他心中因为一直有怨，怨他先生在年轻的时候把他的钱赌博输掉了，他一直没有把这个执着放下来，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句话，修止己见而具见，物以成心而续矣。他先生在医院怎么样都没办法断气舍报。那位学佛师姐也很烦，不耐烦，他就不能够作诗作饭，不能作君作亲作师。作之君，君就是领导嘛，亲就是爱护嘛，师就是教化嘛。后来他就去请示忏云老法师弟子道正法师来为病人开示，因为他先生很喜欢赌博，两只手在年轻的时候喜欢赌博，道正法师怎么来化解他们之间的这个恶缘跟业力呢？你只要正己就有办法化人。感应篇汇编忠孝中有讲说，一波变转，一波变转以后，然后一挑变现，就是转念而已呀。那道正法师就跟这位口腔癌病人，法师就把病人双手扶过来，法师安慰说，阿弥陀佛，某某居士啊，你这两只手以前都去做一些不端正的行为。那道正法师也不好意思说他好赌了，他说这两只手以前都做一些不端正的行为，那现在我们发个善念，我们来念佛。那念佛的目的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做佛。老法师讲，学佛要做什么？学佛就是要做佛。为什么要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做佛，要做菩萨。那道正法师就跟这个师姐的师兄说，那我们把这两只手我们拿来念佛，就跟他讲，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法师就这样带他念佛，后来他也跟着师父，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等到念到一段时间以后，他那个慈悲心就生出来了，他那个柔软心就生出来了。那道正法师就跟他讲，他说这两只手以前做了一些不端正的行为，那我们现在把它转化成这两只手将来成佛以后拿去做救人的手，做菩萨的手，好吗？那位师姐的先生，他知道他自己一生这两只手造了很多赌博恶业，跟他师姐结了这么大的怨。那听到师父这样说以后，两行的眼泪就掉下来，就很忏悔，那个忏悔心就生出来。后来就这样留下那个忏悔的眼泪以后，大概念了30分钟的佛号，那个师兄就断气了。法师给他开示完以后，大概让他师姐在现场再继续跟他念佛，大概念几分钟以后，道正法师到隔壁病房去看另外一个病人，在还没有离开以前，道正法师有用大杯水把那位师兄嘴巴还有他喉癌这个地方用大杯水给他甘露，给他滋润一下。结果道正法师到隔壁病房去跟其他病人开示的时候，那个师姐蹦蹦就跑过去了，他说，师父师父，我先生断气了，我先生断气了。因为他刚开始去跟师父讲说，他先生怎么会这样断不了气呢？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俗话讲说怎么死不了呢？因为那个业还在，那个怨还在，还有执着还在，
所以他去跟道正法师讲说，我先生断气了，怎么那么快呢？那道正法师说，你不是要他马上舍报吗？这就是什么，我们前面讲说你要先端正自己呀。那个师姐就是没有正己，她怎么去化人呢？所以老法师说，我们看中国的古圣先贤，印度的这些佛菩萨，每一个都这样的做法，乃至于十方世界一切诸佛也没有例外啊。我们必须要遵循这一条道路，一定要先把自己修好，所以把自己修好就是正己，能够去度化别人就是化他，叫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所以正己事实上是自觉，化人就是觉他。那我们讲四弘誓愿里面讲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落实，一定要先断烦恼，然后成就法门。断烦恼是要完成自己的德行，学法门是成就自己的智慧。师父上人这一段开示讲得太好了，断烦恼是要完成自己的德行，你把执着分别妄想断了，你的性德就流露出来。所以断烦恼是完成自己的德行，那学法门，法门无量誓愿学是成就自己的智慧。他说，我们中国人常讲品学兼优，然后才能够化人。我们身为佛弟子，无论是出家弟子或者是在家弟子，都有度化众生的使命跟责任。出家在家都是菩萨，所以佛陀教育的成就，佛教教育的成就是菩萨法界。华严经里面讲的华藏世界是菩萨法界，无量寿经里面说得很清楚，极乐世界不但是菩萨法界，而且是普贤菩萨的法界。我们读无量寿经不是有读到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吗？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普贤大士之德呢？如果没有普贤大士之德，就不能够往生，这一点要特别的留意。那么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这是无量寿经经文里面的第一句，前面所列的都是上首大众经文，这是第一句。佛是怎么教我们的呢？我们应该怎么学习呢？然后想一想，念佛的人很多，为什么往生的人很少呢？你稍微核对一下经文的意思，留意一下，你就很清楚了，很明白。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因为他没有落实普贤十大愿，普贤大士之德。那普贤大士之德要怎么？就是要落实消归自性，没有落实就不能够往生。那普贤大士之德关键在哪里呢？就在心量。普贤菩萨的心量是跟虚空法界一样，真正是心包太虚，量周沙界，那才叫做普贤菩萨。我们心量那么小，如果你心量这么小，一天念十万佛号也不能够往生啊。这叫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亦枉然。如果有普贤大士之德，念一声佛号就能够往生的，哪里需要念那么多呢？他的心行就是佛心，就是佛行，心行相应，愿愿相应，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我们要明白，天天念无量寿经，不能够修普贤大士之德，怎么能够成就呢？那么普贤大士之德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共同来称说也说不尽。世尊为我们归纳成十大愿，归纳成十大类。所以老法师讲的这个十大愿，普贤大士之德
就是真正的做到正己化人的落实。所以佛法讲的最究竟，但是儒家讲的也很好，这各有千秋。普贤十大愿做到了，就可以正己化人，那么就可以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就可以成佛。这是正己化人最高境界。故说《太上感应篇》汇编跟佛法是相通的，是圆满的。惭愧弟子黄伯林报告至此，请师父上人教诲，请各位法师同修大德批评指教。阿弥陀佛。黄伯林居士第一篇报告，我想我们听了之后都有很深的感触。那正己化人是我们的愿望，可是我们没做到，我们做得不好，什么原因？他在此地给我们说出来了。他一生也是在做人工作，天天在学习，天天在改过，天天在自省。晚年他把工作辞掉了，专心做这一桩好事。学佛一入佛门，最初接触到的就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是成佛的一条道，也是正己化人的方向指标。第一个要发愿，这个愿就是大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这一句话说得好。那在佛法上呢，不是为人民，是为众生。众生包括人民，人民不包括众生。人民是十法界里头的人法界，六道里头的人道，众生全包括了。设法界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这众生是这个意思。它不但包括有情众生，还包括无情，包括树木花草，包括山河大地。应该说整个宇宙一切法，众生两个字全包括了。学佛发大愿，要度这一切众生。为什么？这一切众生全是自性变现。慧能大师说得很好，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万法。万法皆是众缘和合而生起，所以众生实际上跟我们是一体。我觉了，他没觉。我这个身体这一部分健康了，那你还有毛病，
并不是个真正健康的人。啊，真正健康的什么毛病都没有，那真正健康。所以菩萨要度尽众生呢，要恢复自己圆满的健康，就这个意思。啊，哪个地方痛痒，你看手就到了。啊，念知道了，手马上就到了。啊，那么众生多，无量无边的。啊，什么时候能度了呢？明心见性就度了。妙，妙不可言。啊，自己圆满了，众生就圆满了，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阿弥陀佛圆满了，释迦牟尼佛圆满了，为什么我还没圆满？啊，他得度了，为什么我还在此地？啊，不是不圆满，不圆满他怎么能成佛？在他的境界里头，对于我们一清二楚啊。是我们自己依然迷在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当中啊，那么起心动念分别是假的，不是真的呀。我们把它当真了，是这么回事啊。在佛菩萨心目当中，我们都成佛了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一句话是真话，千真万确。啊，确实是真佛。你看，真佛变成这个样子，是他没有把这假东西放下。啊，这个假的东西，妄想分别执着。啊，那这个爱不爱事呢？不爱事，在佛菩萨看。为什么佛菩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他看是圆满的，是完整的啊，是我们自己产生的误会造成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是幻象，是假象，不是真相，这个相是了不可得啊。所以今天科学家对我们帮上很大的忙，帮助我们看破。我们对这个问题很难看破。你说这是假的？为什么说是假的？啊，这里头甚深的事实真相我们看不到，我们毫无感触。啊，那就是。弥勒菩萨讲一弹指32亿2000年，对吧？这事实真相，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才晓得原来真是假的啊！真是假的，要不要度他？要。怎么度他？化身度他，分身度他，所化的身，所分的身，也不是真。众生能感觉到的，依然是一弹指，32亿2000年，是这么一桩事情。
啊，32亿被请你的一坛子，我们把它换算成现在这个时间用的时间单位秒。啊，一秒钟能弹几次？啊，第八讲七次，一秒钟弹七次。那其实32亿八千年再乘七，就2100兆啊！32亿八千年。是320兆，320兆乘起2100兆分之一秒，我们有这么一个概念了，在以前没有这个概念啊。但是聪明人不需要科学家提这个。提出这个报告，他也能体会到。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秒一秒，这一秒过去了，这一秒能不能抓住？抓不住，掌控不住啊，它过去了。啊，这一秒过去，第二秒就起来。第二秒过去，第三秒起来，啊，这是什么？生命法，秒秒在生，这个我们能感觉到，啊，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感觉到，没有办法掌控。啊，从这个地方真看破了，哎呀，原来时间全是假的，一场梦啊，跟梦境一样啊。啊，所以《金刚经》上，佛在这个经教里用梦做比喻的最多。为什么？梦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问题只是看你是不是真正体会。真正体会到管用啊！啊，不再执着了，不但六尘境界不执着了，六根的根身也不执着了，彻底放下了。啊，彻底放下，这是圆满的善根福德，非常容易接触佛法。这个时候遇到佛法，能信，能解，能契入，立根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一念之间的。啊，明心见性是你本来面目，一点都不稀奇。啊，好比你睡觉的做梦，哎，一下醒过来，很自然，没有什么特别。啊，我们世间迷人觉得很稀奇，好有明心见性，好不容易。啊，在佛佛的很正常，睡醒。啊，那么他后面提到，啊，这一份报告很值得我们做参考，也应该多看几遍，对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后面提到普贤圣人修净土的人，啊，但是修净土的人。无比的微妙啊，与普贤誓愿
那当然往生，那是没问题，没问题。啊，普贤菩萨跟一般菩萨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心量大。普贤菩萨是心包太虚，量周杀尽。啊，一般人离境没有那么大的心量，所以离境的功德很小。普贤菩萨离境的功德无量无边，无法想象。他成性圆满的心德，在这个低头一拜，圆满心德，我们做到啊。那个圆满的心德也是自性本具的。我们为什么比不上？我们迷了。我们现在不是用真心，我们用妄心的。那妄心是妄想分别执着，用这个啊，妄想阿赖耶，分别第六识，意识执着摩那，我们叫三心二意，三个合起来，第八识、第七识、第六识叫三心，二意呢是指第六分别、第七执着。我们用这个念念不舍，用的是假的，不是真的。那成佛呢？成佛就不能要了。转八识成四智就成佛了。啊，只要你不用三心二意，四智菩提就现前。四智是本有的。啊，用三心二意把它障碍住，它透不出来。啊，那么这相宗修行的功夫啊，全是根据这个道理，转识成智。啊，在哪里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啊，身体的接触。怎么转法？不分别，转第六意识，成妙观察智。你不分别，妙观察现前。转第七识，成平等心智，不执着一切法品。执着就不平等，啊，分别就不平等，所以不分别就是不用第六识，不执着不用第七识，啊，不起心不动念不用第八识。前五十自然就转了，啊，只要六七转了，前五跟第八阿赖耶识，阿赖他这个是果上转，啊，真正用功夫的就是第六第七，第六第七是因上转，我们现在努力转这个，这个转了之后，第八跟前五十。自然就转了，连带就转了。啊，那么我们今天的毛病在哪里？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斤斤计较，啊，不但没转呢、啊，增长业力的习气，啊，这业障，业障不但不能消，天天加重。念佛功夫不得了，啊，今天这堂课很好啊，这两篇东西对我们修学有大利益了，啊，所以我们向往普贤，我们羡慕普贤，要把心量打开，要能包容，啊，那就真正学普贤菩萨，对人、对事、对物都要礼敬，啊，对人的礼敬是真诚心的礼貌，对事的这个礼敬是把事情办好，认真负责。对无这一板凳的礼敬，是把它摆得整齐，擦得干净。啊，不是对这一板凳看到它磕三个头，不是的，那就搞错了。啊，得认真学，通通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佛法没离开生活。佛法没离开工作啊，学佛的人处世待人接物真正做到了大圆满啊，所以要细心体会，要认真去做，你认真去做，用佛法啊，也就真的学佛。确实，方东梅先生所说的，那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无论什么身份，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可以得到。啊，只要心量一打开，肯定万物跟我一体。智慧就升起来了，自信里的慈悲心就出来了。啊，智慧慈悲生出来，这最高享受啊，为一切众生服务，顺境善缘，不生贪念，贪念是染，没有染啊，我应该这样做法，这本分应该是这样做法，诸佛菩萨如是，我亦如是。啊，逆境我也没有丝毫怨恨。为什么没怨恨？是我自心变。有什么怨恨？啊，所以不起怨恨，真相显现了。那真相，真相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在眼前，真正享受到啊，自自然然会全心全意为一切众生服务，服务是快乐啊，服务当中是帮助众生，引导众生，
教化众生啊，教化用真心是意在教啊，用言语口在教，用身体是做出榜样来教啊，身教啊，身口意三轮感化众生，啊，自自然然能收到效果，啊，收不到效果，我们做得不够好，不怪他，他没有过失，啊，这就是中国古人讲“反求诸己”，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要有耐心，时间久了，慢慢。啊，不要着急，一切的都要顺乎自然。啊，所以我们在一起学习，自己提升的，不都帮助大家一起提升。啊，这是很好学习的方法。好，我们再看下面还有。澳洲净宗学院王玉霞无量寿经学习班学习心得报告之三。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法师，诸位大德，阿弥陀佛。惭愧弟子王玉霞虔诚向师父上人汇报的心得主题是：当信佛经与身，当信作善得福，当信阿弥陀佛圣号不可思议，当信至心念佛真能往生极乐。弟子以感恩之心虔诚地分享祖父母念佛得生善道以及家父念佛往生极乐的实例，以此升起对师父上人和净土念佛法门的强大信心，绝对的相信是绝对强大的力量，只有绝对的相信师父上人的教诲，全身心投靠阿弥陀佛，才是究竟的皈依处。弟子认真地把学习心得报告敬呈师父上人，恳请师父上人慈悲指正。一、先辈本分做人，念佛往生善趣。弟子的祖父祖母一生本本分分，知足常乐，是给一点点阳光就可以灿烂的人们。祖父晚年身体很好，只是患有老年痴呆，痴呆到只会说南无阿弥陀佛。在2001年往生前的6个月里，祖父每天听念佛机，念了半年的佛号，居然在往生前2天满室生香，笑得很天真幸福，临终念佛安然往生，身体柔软如棉，那时还允许土葬。7年后迁坟时，祖父衣服完好，身体面容如生，肌肉还有弹性，可能是王家的祖坟风水好吧，凡是见到的人都啧啧称奇。祖母是在往生前3年才开始念佛，从早念到晚，
在2008年往生，身体柔软如棉。往生一天后，面容如生，好像年轻了10岁。几天后火化时，仍然面容红润，容貌庄严如生。火化出很多像花生那样大的暗红色的舍利子，弟子当时在澳洲没有亲眼看到，不能确定祖父母是否往生极乐，但是他们一定得生善去了。十里八乡的邻居亲戚朋友们都说，王家出了两尊佛，但愿这两位老人蒙佛接引，往生极乐世界。二，传统文化是戒律的根本，是成佛的根本。祖父祖母都是20年代出生，祖父接受的是私塾教育，为人老实、忠厚、善良。那时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在民间，祖父母依然秉持厚德载道的家风，质朴无华，他们因此才得以4两拨千斤的力道，拔苦得乐，至诚念佛，往生善道。他们往生后，弟子纳闷，苦苦思索了很久很久，在大经中找到了答案。大经云，当信佛经与身，当信作善得福。虽然祖父母对佛法一无所知，但是他们为人单纯，性根深厚，不知道怀疑，即使临终才念佛，也能得到善终。正如偶益大师之言，念佛法门别无奇特，只深信力行为要。师父上人在《大经科注》第110集中开示道，念佛人一定要把三规五戒融入到这一句佛号中。祖父是会计，工作中秉公处理，为人务实，守本分。祖母更是难找的老实人，嘴里流的都是口德。祖父母行事上没有受过五戒，连三皈依都是弟子在澳洲代替做的，只是打了电话告诉他们而已。他们很欢喜，他们问弟子皈依是什么，弟子回答，念阿弥陀佛。这就是他们信佛的唯一的仪式。他们在生活中遵循的是温良恭俭让的处事良训。他们念佛的时候是真的在念。祖母念佛时不言不语，念佛时就是念佛，手拿佛珠端坐在大红枣树下，微风吹过，祖母比那棵老枣树还极静。祖父痴呆到可以整天整天的听佛号，有时会突然出声音念几句佛号。师父上人说，传统文化是戒律的根本，可见佛是由人修成的，要做佛先做人。观经云，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做好了人，真心念佛之时，一句佛号，当下清净，当下即得清净戒体，当下解脱，当下即佛，当下即是极乐净土。偶益大师说，念佛能圆满六度，真能念佛，放下身心世界是大布施，真能念佛，不负贪嗔痴是大持戒，真能念佛，不计人我是非是大忍辱，真能念佛，不烧间断夹杂即大精进，
真能念佛，不复妄想持主，即大禅定。真能念佛，不为他其所获，即大智慧。然而闲公和尚圆圆满满地把六度落实到生活中，就是一句万德洪名，达到究竟圆满。可见老实人一定深信佛经与身，深信作善得福的。深信佛经与身了，就一定会老实念佛了。念佛法门真是难信易行。三，家父真信切愿至心念佛十天，待地狱业含笑往生极乐。更为惊奇的是，家父一生没念佛，得了肺癌，以惊人的毅力，仅仅念佛十天就安然往生极乐。这是弟子陪着家父念佛亲眼所见的。家父是于2012年10月23日凌晨7:01往生的，从生病到往生整整6个月，全家人每天生活在绝望恐怖中，家父每天都有生命危险，犹如噩梦，仿佛带领全家游走了一次地狱。因为手术失败，使得家父下半身瘫痪，大小便不能自理，到后来更不能吃饭，尿管、胃管、肺部冲水，还要插管等等，身上插满了管子，像极了活地狱。吃饭时用管子把食物打到胃管中，像极了恶鬼地狱。凡是该受的罪，家父都受了。即使家父是被全家24小时细心看护的，可是苦乐自当，无有代者。直到最后10天，医生宣布病人会分分钟钟被憋死，没有承受力的家人一定要回避。果然，当晚家父因为无力吐痰，被憋到全身发青发紫。医生已经回天乏力了，与癌症打了6个月的仗，拼了6个月的财力、人力、物力、体力和斗志，到最后还是失败了。全家人一个一个地丧失了体力和意志力。看看奄奄一息的老爸爸，想想不敢见面的老妈妈，再看看藏在医院楼道里的姐姐们，弟子当时悔恨到肠子都要出来了。在生死面前，福不能保，真正是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千古遗憾呐。那时弟子只有绝望地拼了命地大声念佛，并且提醒家父听佛号一起念佛，念了一夜，直到凌晨8点多，家父居然活下来了。从那天开始，家父相信念佛可以救命了。每当这种紧急情况发生，家父就和弟子一起拼命念佛。家父是爽快人，知道命不久矣，发愿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他是一口气接着一口气的念佛，生命就在呼吸之间了。整整10个白天黑夜，2次告诉不信佛的家姐，阿弥陀佛要来接我回极乐世界，你们谁跟着我一块儿去。家父是在家里往生的，老父亲在往生的当晚更是要求弟子大声念佛。经过8个小时后，家父往生时清楚地告诉我们四大分离的过程。他平静地告诉我们，
首先他的眼睛看不见了，然后说舌头动不了了，说不出话了。之后家父用手指打拍子念佛，这个动作是在示意大家继续念佛。那是因为在那十天中，弟子经常在带领家父一边念佛，一边用手指随着四字佛号在家父的胳膊上打节奏、打拍子，增强他的念佛的集中注意力。家父因为体力虚弱，经常以此方式念佛。往生过程中，家父一直都是头脑清楚，了了分明，呼吸自然顺畅，心不贪恋，按照与弟子事先约定好了的往生极乐的标志，家父说了七个字，当时听不到了，微笑了一下，念佛回归极乐联邦。当时全家七口人没有哭泣流泪的，一起大声念佛。虽然只有七个人念，可是声音之大犹如千万个人，声势之浩大好像穿透了虚空法界。信佛的不信佛的100多位亲戚都在外面等待，没有一个敢进来障碍的。那时业障、病痛、亲情都是浮云，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是真的，潇洒至极，痛快淋漓，证明念佛成佛是绝对的真理，证明弥陀大愿十念乃至一念都能往生是真实不虚的。大经云，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家父往生3天后，身体依旧柔软如棉，烧出一层鲜艳的浅翠绿色的粉状的骨灰，这是弟子亲眼所见的。往生7天内，托梦给不信佛的大姐，他没听过师父上人讲经。我是观音了凡，法号宝印，用神力带领不信佛的二姐在梦中到极乐世界莲池海会现金身做大莲花。姐在梦里只能仰着头，遥远地瞻望着她的庄严圆满的相好。四，当信阿弥陀佛圣号不可思议，当信至心念佛真能往生极乐。父亲的法号叫宝印，家母和弟子都不理解什么是宝印，以为是家姐因为想念家父自己想出来的。在老法师2012年的大经科注的第261集时听到了宝印，黄念老在大经解里说，念佛之心印坚固不坏，有如金刚，故称宝也。印是如来心心相印之印，诸祖以心传心之心，宝印就是阿弥陀佛，闻此宝印，粉身难报。其实宝印就是成佛之金刚种子，宝印就是自性本具之金刚界体。弥陀圣号即是想要行普贤行的菩萨们所受持之如来甚深法藏，只有宣扬修持念佛法门，才使得普贤行究竟圆满。深信切愿至心持念弥陀圣号，即是护佛种性的无上甚深之法。阿弥陀佛是众生本性本具之界体，至诚称念弥陀圣号，即是宝印放光，弥陀灌顶。
师父上人每天都在传授此戒体，一遍两遍千遍万遍，这句宝印已经传了63年了。我们只要对师父上人的教诲深信不疑，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没有不当生成佛的。在那10天中，家父拒绝了一切至亲好友的探望，专心念佛。前3天，家父需要被时时刻刻地提醒着念佛。后7天，家父时时刻刻督促家人念佛，不许用佛号机子代替，一定要弟子高声念佛，而且佛号要字字清楚。好像在教不孝弟子如何念佛。家父还劝家人好好念佛，尤其是不信佛的大姐和二姐，家父告诉他们念佛是有好处的。在这10天中，弟子每天零零碎碎的只睡1个小时，几乎是分分秒秒的盯着看着，不离开家父，经常看到家父在睡梦中都念佛念出声音，证明家父是日夜不断的精进念佛。家父一生不念佛，可是机缘巧合，在病魔的折磨下，放下万缘，放下身心世界，突破了对于死亡的恐怖，以正能量正视生死，蒙佛慈佑，于命悬一线之际，用脆弱的生命做了一个最伟大的试验，单提弥陀万德洪名，10天超越万劫千生，证明了师父上人的教诲真实不虚。真信切愿，默执念下去，定能了脱生死，往生极乐。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家父所承受的那种病苦，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可是老爸爸没有抱怨过，没有消极过，留下的最深刻的2个字就是念佛。每当他难受的时候，就让弟子高声念佛，如果一口气喘不好，就会被憋死。他的信愿之坚定是无法想象的。藕益大师说，往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印祖言，如来一代所说一切大小乘法，皆仗自力故难，唯此一法，全仗阿弥陀佛慈悲誓愿摄受之力，给予行人信愿诚恳意念之力，故得感应道交，即生了半也。家父是典型的业障深重之凡夫俗子，在地狱大门面前是回天乏力的。可是大慈弥陀弘誓愿海，大开方便之门，因为家父深信阿弥陀佛圣号不可思议，深信至心念佛真能往生极乐，所以家父念佛10天，待地狱业含笑往生极乐，证明了大慈阿弥陀佛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有，弥陀48愿真实不虚，念佛真能往生极乐。师父上人63年苦口婆心宣讲的净土法门，的确是一成了义，直接成佛之法门。大经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
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五总结，弥陀圣号的不可思议，在弟子家创造了真实的奇迹。家父身患绝症，真信切愿，至心念佛，真能往生极乐。证明念佛之人是诸佛菩萨护念，龙天护法护佑的。至心称念一句佛号，能消八万一劫生死重罪，能灭无量无边的罪业，这是无上忏悔法。印祖在文钞中开示说，须知做佛事为念佛功德最大，因此一切功德中念佛是第一的。一句阿弥陀佛圣号不可思议，总持一切法门。弘一大师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非痴即狂。念佛法门的殊胜利，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因为它的道理太深了，只有成佛了才能究竟明了，才能够真实明了四十八愿的功德利益，真实不可思议。只要普通老百姓当信佛经与身，当信作善得福，当信阿弥陀佛圣号不可思议，当信至心念佛真能往生极乐，对这句佛号不怀疑，老实听话真干，绝对依从师父上人的教诲，以一师之言一生不拐弯，学习闲工老和尚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一定会有最殊胜的不可思议的利益。并持六合道场百忍家风，一位师父一部大经，一部科注，一句佛号念到底，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意自现，我们都能往生极乐。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已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恶交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所以行普贤行的菩萨们，受持如来信愿持名之甚深法藏，护佛种性，讲解演说，度化有缘众生，都能修持当生成佛的念佛法门。因此常念师恩，就是常令念佛法门久住不灭。我们都是阿弥陀佛洒落在人间的佛种，当下接受念佛法门，成为如来第一弟子，常使念佛法门不绝，就是直下承当修持救世之行。全世界念佛的净土学人们，只要您以及您的家人平安健康快乐着念着佛，就是念佛获益了。我们不刻意希求瑞相，平安就是福。就像闲工老和尚开示的，不求感应，自然是最好的。弟子亲自见证了家父念佛十天往生极乐的全过程。往生极乐虽然是幸运，可是弟子情执深重，两年来一直对家父充满了深深的思念。对于家父生病的过程，是件很痛苦的回忆。成佛慈悲摄受，停停写写快一个月，才完成此心得报告。虔诚的以此往生实力供养大众，以增强对师父上人和净土法门的信心，永不放弃，永不动摇。弥陀圣号的不可思议，
非语言所能思量。当下至心念佛之时，即是百千万劫难逢难遇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之际，是诸佛菩萨清净的百千万劫的时间，慈悲教化究竟圆满之日，是凡夫当生了脱生死成佛之期。得闻师父上人的教诲，此深恩难思难报，虔诚地祝福师父上人光寿无量，法体安康，六时吉祥，久住世间，广度众生。以上是惭愧弟子王玉霞的心得报告，弟子学习时日尚浅，一定有错误不妥之处，恳请师父上人和诸位法师、诸位大德慈悲指正，感恩阿弥陀佛。玉霞同学的报告，虽然学佛的时日尚浅，得弥陀如来本愿加持啊。这一篇报告好像今天三个人都能够连得起来啊，这个很难得啊，也是我们同学们平日念佛修学的感应啊。那么他的祖父走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土葬，看到他的面目啊，看到他的衣服啊，实在很像海清法师啊。他如果要是盘腿走的话的时候，就留下了全身是力。那么我们要问啊，玉霞自己不敢断定，知道决定是生善道，善道当中第一善道就是极乐世界啊，我相信他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他的父亲临终十天啊，十日十夜忆佛念佛啊，虽然非常痛苦，那是什么？那是业障啊。十天十夜的煎熬，业障消除了啊，他平平安安地往生，这都是给我们现身说法，增长了我们的信心，坚固了我们的愿心啊。今天这个三个报告都值得流通，都值得学佛人、念佛人去效法啊，真是利益不可思议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